你没有打火机，却能点亮我的心。哎，你在那干嘛呀？站那么高，你慢点啊！好。怎么了？你慢一点嘛，有没有伤到哪里啊？可能扭到脚了，脚有点痛。扭到脚了？对。哪里啊？这里吗？哎，痛痛痛！就是。那我给你揉一下嘛。不用，我回家拿冰块敷一下就好了。嗯，好吧，那怎么走？我扶着你走吗？好。走吧。表姐，我回来了。哎，相信你脚怎么了？他刚才就是崴到了，他去接我的时候。哦。现在敷上冰有没有好点啊？好多了，现在。你下次不要站在那么高的地方嘛，太危险了。哎，对了，你吃饭没有啊？我上来的比较急，就是还没有。怎么了？待会儿你可以留下来吃个晚饭，然后我们可以一起下去吃晚饭啊。等一下哦，等一下，我看一下，你们怎么回事啊？这点事情都做不好，还要我亲自回来吗？那个，嘉欣、何欣、今天我就先回去了，公司里面还有点事情，我就先走了。你先把饭吃了再走嘛，我马上就去做饭。没事没事，我们下次嘛，下次。就吃了再走嘛。就吃了再走。因为就有点事情，我就先走了。哦，对了，姐姐，本来有个东西要拿过来给你们的，我去拿一下，差点忘了。啊。等我一下哦。哎，姐，妹妹，这个东西是给你们带的，有没有什么？哦、就是谢谢，你们开的时候小心点哦。这个水果，太客气了。没事，那我就先走了，今天还有点事情，下次再过来啊。行，那我送送你吧。哎，阿伟哥哥，怎么了？我们下次什么时候再见啊？下次啊，南风知我意，吹梦到西洲。心碎拜拜。拜拜。